还不错，位置还不错。那再往前走的话，但是塔姆应该有盾了。先打塔姆吗？打出一个闪现，哎，这波有机会吗？顶了一下，被敲开。哎呦 ，Q， 差了一寸。这个还要打的话，中的 Q 好了，这个双能很容易就支援到。 看这次的中能不能中，阿尔图站在上路，中这一波好像其实感受到了，对，一过来一发 Q， 大招位置错了，后来查了个时间，过来查了个真言，看见在打峡谷先锋，但是打野的位置好像不太对，来不来得及？有个眼睛，直接惩戒加眼睛打掉了，晚了呀，这波。 错开的，但是还是打到了三个人，炮的很伤很高，而且扎克是有被动的，这一波虽然把扎克打了个残血，但是没怎样，落反而自己已经遭到击杀，不过上面的话杰斯站位也不是很好，可是他被给最后一个闪现被给了一个治疗，然后陈峰逃出升天了，尊还是逃出来了，小炮又跳起来了，再炸到了酒桶之后，他还有一个跳，这边依然有三个人头，哎，哦，然后这波 Zoom 来了，但Zoom这个位置应该是主要的有把握到。 略有点尴尬啊，这样是挺危险的，这个位置。先手，先秒掉 Zoom， 伤害打出来了，小炮跟到，这波牙膏的位置很完美。哇，正义从拳直接是被躲掉，然后塔姆成功的把加料吃进去，他的英雄登场没有办法拿来逃脱，状态太差了，这波扎克闪现进去把两个人排起来以后，把人给粘了回来。扎克刚才那波被动没有被打爆，但他这一波还有被动才能够这样舍身。 牙膏又来了，牙膏又来了。牙膏又来了。牛加里奥，中拳拉断，还是被锁住了。再一个锁链，再来一炮。哎，想要找草丛里面的人，被找到了。盲僧直接一套连招，但是没有把牙膏打死。牙膏腰没有什么能做的，下路妖姬直接两踏给个锁链，锐角闪现，就是助下，就可以点掉。感觉京东已经知道盲僧藏在里边了。哦，先手就开绿盲，开回来。 没有，交了闪现，这边打一刀，打一刀小炮了，打一刀小炮，杀掉杀戮伤组全部的击杀，后面虽然给了一炮，但是瑞利克一个大招把人给弹开，给切，上路二塔，但是盲僧就位了，大招回来，一技能晕到祖母，阿瑞躲掉了这一下扎克的大招，下面开了一下。 又开到绿毛，绿毛身上还是没有水银时代这么绿毛又死了，都可以止血。被艾博维过来直接补掉。现在没有闪现情况下，又进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。牙膏早机会偷踩一脚锁链被飞身单杀了，而且是在三个人之中单杀掉了。身位的话其实还是没有很舒服。沙子还没过来，这波要直接打掉大龙了，有点来不及。三滴血量，感觉现在准备开了，但大龙已经打掉了，不开的话就要放走了。 在等瞎子，所以说在逃，闪现留住三个人，但是被小炮给跳开了，掉了个闪现，绿毛又被卖了。面聚集起来的本钱，虽然想让 Logan 上去偷点一枪，但是实在是没有胆子。哇，但上路这边的话，Scott已经要被打回家了。哦，哎，开起来了，Zoom直接被秒，Zoom没有闪现，这波路也跟上，开绿毛，绿毛交出水银时代加上闪现走掉。对的，把人给开回来，自己应该要被动炸开。 哇！但是他已经妖姬到了，妖姬到了，妖姬的伤害非常恶心，好高，其实是踏步点塔。对，上路的高地防御塔应该也差不多没了，这波 Maker 被伤耗了一套，残血加里奥大招直接砸下来，中登场，但是可莉的有一个精神金起来，但他已经没有大招了，这应该是要卖在里边，没有被动了，正面是5打3，再留现在开一次，有飞来有后卫队，应该要卖了，没有技能，没抓到呀，那酒桶大招没了，妖姬又进去了。 塔大龙被草龙秒杀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杀一次血，没死，但是哇，闪现一下普攻，最后还终结了牙膏，大人头拿下，没人能跟啊，现在纠缠一下，不要让克利的有机会，小炮已经要打掉了，这边大龙，克利的跳进来收掉，没有任何的意外，但我觉得他们要直接 run 用个巨龙了，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但是上面的塔已经没有了，京东是不会跟你接远古巨龙这一波的，我跟你通杀了，他不会，他跟你换家呀。 家里，而且门牙应该已经被超级兵锤了。对，有大龙 buff， 留你不让你回家。哎，有机会秒牙膏，点燃给到，大招过去秒掉牙膏，但是上路的高地没了，直接开基地，三路被破，要直接拆家，两路门牙已经没了，有在拖时间，京东利用直接偷家扳倒了EDG。
3-1结束了这一个 BO5。 恭喜京东，恭喜京东，今天的表现确实是在就比两天前的第一轮的季后赛更好啊。对，今天打的最后一局的话，我觉得整个的状态的话，京东还是比较理智的，就是他们打出了我觉得相对来说平时他们训练的比较正常的状态。我感觉他们在拿到了这套阵容的时候非常的清晰，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打，就是最后打出了的时候他们还是通过自己的经济优势，依靠这个差距最大的这个上单位，他有个思路，就是我可以正面不跟你，我就正面避战不推了，对，推了之后两波之后都遭到了闭门羹，之后我就让杰斯去带线就好了，而且甚至连妖姬这样的英雄都可以卖掉，我只要让队友拆掉基地就可以了，拖时间。再次恭喜京东 Gaming 3-1击败 EDG 挺进下一轮。那